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爱兔。今天是2021年1月16日。虽然今天的天气不够完美，但是气温还是照常的那么舒适。我现在已经在环球影城的门口啦。这里总共有三个乐园，一个水上乐园，夏天才开放；一个冒险乐园；一个环球影城本园，叫做 Universal Studios。所以今天我先去这第一个园区。当然，那个云霄飞车我是真的一个人坐不了，但是也不妨碍我万一一下子头脑发热就进去了呢。对了，还有小黄人的爱好者，我现在周围都被小黄人的爱好者所包围了，这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动画形象。我已经进来啦，刚刚还看到一些穿着魔法袍的游客已经进去了。据说这里可以买一些可以互动的魔法棒，在特定的场景是有虚拟的互动魔法效果出来的。当然，哈利波特当中我最爱的就是我的女神赫敏了，她不仅颜值在线，而且是常青藤的学霸，在她最辉煌的十年里，她也停止接拍任何的影视剧，只在自己的学业方面钻研，然后在更加专业的领域里面精进，现在也是世界的青年榜样。她有说过一句话，女孩即使不嫁给王子也可以成为公主。那现在的注水视频就这样了，即使现在我没有去剪有片头的长视频，但还是每天用视频和大家见见面吧。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上今日头条，很多人小伙伴也在西瓜视频。那现在我就去开启我的魔法乐园冒险之旅啦，我们明天再见。